如果爱只是一种感觉，我要如何知道我爱你？爱上一个人，心里是郁闷的。双手明明握住了什么，一握紧却烟消云散。爱上一个人，心里也是甜蜜。如果耳朵听不答案，所以我爱你。为何嘴巴说不出来？如果爱是百会，让你懂得说出我爱你。12月19号起，爱是百会，周日晚间10点，民视首播。